大家好，欢迎收听哔哩吧啦 Talk。咁啊，同大家讲讲咧，2022年咧第26个礼拜加拿大方面咧嘅经济数据吓。咁啊，出咗咧4月啊嗰个嘅 GDP 啊，国民生产总值嘅数字吓。咁虽然咧都系 industrialize 啦，就未必系最准嘅吓。咁传统嚟讲咧，咁啊 industrialize 系几多嘅时候咧，咁啊到最后计清晒用 expenditure 嚟计咧，就会高少少嘅吓。咁啊，按月咁啊，4月咧系上升0.3%，比预期咧0.2%为高吓。虽然而家加拿大统计局咧就估计咧5月可能咧就会下跌0.2%，咁啊 less 啦。咁啊good 方面咁啊仍然继续咧系上升0.9%吓。咁当中咧，因为加拿大咧都系产油嘅国家啦，亦都咧系呢个矿产嘅国家，咁所以咧油啊、天然气啊、metal 金属啊咁样咧就上升3.3%嚇，咁啊喺服務方面咁樣咧就係上升0.1%按月嘅嚇，咁當中咧食物同埋咧酒店啊 food and accommodation 咧就上升4.6% 嘅，咁呢啲嘅數字咧都每每咧嚟到去證實咧加拿大咧喺呢個嘅世界或者咧至少計七大工業國嚟講咧，咁啊今年咧個經濟咧相對嚟講係強勁嘅嚇。咁啊，好多嘅人咧都講，即使咧佢會放緩嚇 ，say for example 年頭嘅時候，好多人預期咧係超過4% 嘅 GDP 增長啦，按年嚟計，咁樣咧可能會放緩到去3%，甚至乎咧係2% 尾咁樣嘅情況嚇，但係咧就應該唔會咧有個衰退嘅情況嚇。咁啊，如果 assume 嚇唔會再有啲變態嘅 factor 出現的話，不過呢個世界好難講。anyway 嚇，咁樣咧呢一樣嘢咧，亦都咧會令到咧加拿大七月咧嗰個議息咧應該咧。暫時嚟講啦，好多人嘅估計咧就係加75个 basis point。咁對於咧呢個嘅供樓嘅朋友，而咧又唔係鎖息嘅時候，咁樣咧又或者而家先至啱啱買完樓 closing 啦，咁樣咧嚟到去釐定個利率嘅時候咧，咁啊陰公豬啲啦。咁啊，另外亦都出咗佢咧嗰個嘅 CFIB 啊，嗰個 business 嗰個嘅計算啊嚇，咁呢個咧就係愛嚟咧計算呢個嘅小商業嚇嗰個嘅信心指數嘅嚇，咁啊由呢個嘅5月嘅時候咧61.9啦，就下跌到去咧59.4嚇，咁啊的而且確嗰個嘅經濟嘅熾熱情況咧係有嗰個緩和喺當中。咁啊，話自己咧係仍然係 in good shape 啊，喺非常之健康嘅狀態嘅公司咧，咁啊比起之前亦都下跌，而家咧去到咧38.6% 嚇，咁啊中規中矩嗰啲就另外一橛啦嚇，咁啊唔係 in good shape 就唔代表係 in bad shape 嘅嚇，咁跟住另外一樣啦，咁啊打工仔要注意啦嚇，咁喺5月嘅時候咧講緊咧仍然咧都有30% 嘅公司咧。是打算在未來3-4个月是請人的，但是去到6月的時候就已經跌到 23% 了，我知道有其實很多朋友是趁著6月之後機票就便宜了很多，7-8月的時候就衝過來這個加拿大移民或者回流的，要注意了，可能你就盡快來到去找工，還有尾班車可以搭，之後呢不是說找不到工的，不過呢就會是回復回pre-COVID 嗰個正常狀態嚇，咁啊未必咧能夠咁開心嚇，咁容易嚇，相對嚟講比較咁樣嚟去揾工嚇，咁啊 let's see 嚇，咁啊另外咧咁樣咧，你亦都睇到嚇，咁啊仍然講緊咧有50% 嗰個嘅企業咧，可能咧有嗰個嘅 labour shortage 嗰個嘅 issue 嚇，咁啊唔夠人嘅，不過嚇頭先個數據話俾我聽，佢唔夠人還唔夠人。佢寧願唔請嚇，咁啊好消息，唯一嘅好消息就係咧，咁啊呢啲公司咧平均咧就覺得佢咧個人工嘅加幅未來一年咧就會去到3.7%，我唔知道我公司有冇咁順攤嚇，咁啊即係3.7% 對我嚟講係好高嚇，咁 anyway 嚇，咁啊如果平均有3.7%，咁啊你揾到工嘅時候都好和味啦嚇。咁啊，揾唔到工嘅或者係真係揾工跳槽嘅朋友，咁樣咧，記住要趁手夠快啦嚇。如果唔係咧，就回復正常嘅時候咧，就可能咧會困難咗嚇。咁另外移民咁啊，當然啦，亦都咧要趁手揾呢個嘅家庭醫生嚇，因為咧嗰啲家庭醫生收購籌嘅時候咧，
又唔會再接客㗎啦。咁你咧就由唯有咧就去呢個 walk-in clinic 嗰度咧嚟到去睇醫生嚇，都唔會死嘅嚇，咁啊 OK 嘅嚇。咁啊，但係咧，如果你揾到個家庭醫生，咁啊可以咧照顧你大半世人嘅時候咧，咁啊會開心啲咯。咁啊，今日講到呢度，咁歡迎大家 like、subscribe、share 哔哩吧啦 talk。